谢谢。后面还有，其实今天杨老师站在这里呀、杨老师对，杨帅哥站在这里，我听你们的好不好？好，站在这里，你们看他的体型，我身材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杨老师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游泳教练。杨老师以前是研究这个的，说的没错吧？应该跟这沾一点边，好像沾一点边，专业沾点边。台湾体育大学是应该是体育研究所的、对，体育研究所，研究体育心理，对，所以说能把歌唱的这么，真的是唱到我们心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人哭？刚才，你就为了杨老师，现在是不是还是光棍？我现在想成为光棍。行，有这句话就够了啊！今天杨老师没白来啊，杨帅哥没有白来。其实我特别想问，杨宏伟，今天来到杭州，来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牛仔方面的派对现场，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是谁举办的，谁为我们做的？杰森木的啊，就写在这里。然后杰森木的他有一款非常棒的产品，你有没有了解到？刚刚好像我的经纪人跟我说，有听说啊。然后我就一直在台下看，我说杨老师穿的这条裤子是不是那个所谓的很棒的产品？是吗？也很棒啊！这个是限量的，你看我都买不到啊！我买了一个那什么的啊，限量版啊，很少很少。所以说下次你们都要穿 Jason Wood 的限量版啊！好，开个玩笑，其实这条裤子呢，就是我们 Jason Wood 的产品当中有一款是叫针织牛仔裤。这裤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？就是杨老师穿上之后啊，很显形，然后还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这个布料很柔软，对，很柔软。然后呢，它还适合就是像杨老师之前的专业那样，适合运动。其实下面我们要开展的一个环节是要和这条裤子发生关系的。下面我先找几位。好吧，我把这个权利交给杨宗纬，他说选谁就选谁。我们选六位这个朋友上台跟我们互动一下。你选好了，你选。我选好了。那我给您选三个吧。我给咱俩一人选三个，好吧？您先选。好的，第一位，第二位，第三位。杨老师，你选这边吗？你们完了，就你刚才非要说，因为杨老师你要打光棍。好，这边有选三位。好，你们三位呢，先悄悄的去到后台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裤子换上。好，这边有人想换裤子吗？换裤子。好。然后那个什么，这边我也好了，就那个戴牛角的，就戴裤子的，然后后面那个戴鹿角。等等，这个，这个你先等等。淑女一点，这杨老师在那里呢。好，淑女一点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发话呢。那三位在哪儿呢？你选了是吧？有三位了是吧？哦，都过去了是吧？哦，要上台是吗？哦，自己上台啊？哦，有三位是现场穿我们这个杰森木的裤子的朋友，在哪里？我的天哪，这个眼都花了。那边有一位是吗？太好了。你那也是。所以要穿杰森木的牛仔裤才可以上来。你们三个什么关系？这样你们先去后台先运动一下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这个游戏啊，其实没选上你们也算你们幸运。这游戏真的很不好玩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这是出丑的环节啊，你想穿那个舒服柔软运动这样的裤子要做什么呢？猜一猜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房再给各位一个机会，刚才有人想上来没上来，来，我把你邀请上来。跟杨老师近距离接触，他现在这边，哎呦，真的有礼貌。
随便。好吧，每人先那个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的二月哥，我是杨宗纬的超级粉丝。杨老师为你举话筒，那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杭州的，我叫郑乐嘉，我是周笔畅的粉丝。我是比翼佳期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我们说了半天，行吧，反正把你邀请上来了哈，都挺有诚意的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心有灵犀的游戏，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词语啊。接下来呢，要由杨宗纬来比划。你们两个猜，你们不都说是自己什么多少年的粉丝，爱了杨宗纬多少年了，都为了杨宗纬打光棍吗？我看看你有没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这一组先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边上站着。那么杨老师，你就不能看那个大屏幕了，是。哦，宗纬猜是吗？那好吧。哎呦，这有点难度的。那就宗纬猜吧，好吧？那你就站在这边来比划吧。但是有一个规则的啊。你们不能够将这个词语里边的其中一个字说出来，也不能够说严重犯规，必须要由我们台上这位粉丝来比划才算成功。如果说犯规的话，就靠删掉就不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先给出第一个词语。